收破为魂，王姓警头。王氏集团创办人今晨凌晨在家中遭到杀害。王氏冲这个案子，这份给我。这个书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谁能办？根据这份遗嘱，继承人第一顺位是李燕。除了李燕之外，还有第二个继承人。 万莫是你也在命案现场？八仙屋子里还有别人。1年多以前，科学家唐素贞自杀没多久之后，王氏集团也出现空前的财务危机。那是他们母子俩信奉的一种法术。这种诅咒是会让自己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。你不会相信那个就是唐素贞的灵魂吧？ 控制大脑，在你没有意识的状态下，可以对身体下达很多指令。我发现，你和王世聪前后两任妻子的关系都特别的亲密。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，还有最强的杀人动机，而你只需要把杀人的开关打开。我已经看到那恶人的灵魂在受苦受难了。 这为什么？王太太，王太太，你还好吗？